敬表堂会大会开始，请所有的荣耀，现在有请东方同志刘一坤同志请出列，王礼光同志，陈建仁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对，好。今天是中国国民党126周年的党庆，学生很荣幸啊，上次到中央去，说真的，我的能力啊是不足以担任这个职务，但是呢，主席说地区一定要产生一个主任委员，所以要县长、议长，是党员的、不是党员的，只要踏进来，都是我们中国国民的党员，好吗？好。不止于此。还拜托各位回去把自己的儿女、孙子、孙女有机会介绍到我们中国国民党来，我们来共襄盛举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更要团结，更加的努力，为地方的建设来努力。所以说我希望说，所有的乡亲，我们所有的先进党员同志，我们在陈学森诸位的带领之下，大家同心协力。为了这个马祖的进步，为了乡亲的健康幸福，我们会继续的努力。那县府团队一定会把握所有的机会，来为乡亲，为所有的这个马祖的进步欢呼来努力。那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先进同志的莅临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